今天来介绍经典黑裤款式 BK101 还有 BK102 的差别。首先 BK101 它是平口松紧带设计，长度是全长，超过脚踝。它是贴腿裤，但是裤管的地方不会太合，穿脱就很方便很容易。那如果说你喜欢穿黑裤，但是又不喜欢太束缚感的话，就可以选这一条 BK101。那 BK102 呢，它是做松紧裤头的设计，长度的话是九分，会落在脚踝的上方。那它就是超级紧身裤，就是连裤口都是很合，所以说追求紧身黑裤的女生选它 BK102 就没有错喽。现在大家知道 BK101 还有102的差别了吗？赶快去下单喽！